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吹电风扇都感觉这个风吹出来都是热热的感觉，一点都不凉快。今天教大家一个方法，这样我们散出来的风就比较凉快。这里我们需要的就是风油精，我们滴几滴风油精在这扇叶上面。这样子我们吹出来的风是比较凉爽的，而且还有驱蚊的效果。如果大家觉得效果还不是很明显的话，在睡觉之前呢，我们可以滴几滴风油精在脚底下面。再涂抹一下。吹电风扇的时候，我们对着脚底吹，然后就会觉得非常的凉爽。大家可以试试哦。